谢清菊夫妇纵世家务农为生，育有两子一女。啊，把家庭过好，安尼就是一个好母亲、啊、很感谢妈妈啦，吼，这么辛苦把我们养大，务农啊。啊，就忙教教教啊，种菜啊，啊，本来是石厂在做啊，阮两个人做嘛。啊，现在他不能做，就给女儿做。把阮查某囝，阮查某囝不要做。清菊深具传统妇女美德，为了家庭任劳任怨，知足惜福。妈妈，你有快乐不？有，真快乐。